你哥走了，你也赶紧滚吧，你爱去哪去哪，从此以后你也没我这个嫂子了。你放手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我压力很大，你在这里就是个累赘，你赶紧走，永远都别再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那么伤心啊？你说你被家人赶出家门了？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吃啥？住哪呀？要不这样，你跟我啊去城里吧，找份工作，然后啊再说你去聋哑学校学习，今后的路啊就靠你自己了。走吧。等等等等，我是你嫂子的香菱，她让我来找你，让你回趟家。你嫂子生病了，想见你最后一面。东东，你就回去吧。如果没有你嫂子，也就没有你的今天。其实那么多年来，一直都是你嫂子在你背后默默地支持你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当年她也是被逼无奈。你哥刚去世就有不少的风言风语，当年那可是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的年代啊。而你嫂子为了保住你们李家的声誉，明面的选择把你驱逐走，而实则呢，她一直在你背后默默地援助你啊。要不然你怎么会有今天这份工作呢？要不然你怎么会进入聋哑学校学习呢？你嫂子为了让你有出息，她一个弱女子像一个男人一样工作，在田里割麦子实在割不动了，他就跪下来爬着割，他两个膝盖啊鲜血直流啊。你嫂子得知你找到工作以后，他一个人亲自上城里去看看你，可他又不敢靠近，只能远远地瞅了你一眼，然后回来练刀了好几天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该不该回去看看他。好，我就放心了，去找你哥也算对得起李家的列祖列宗。